你随便让陌生人进来，我押出坏人怎么办？我看他不像坏人。坏人有写在脸上的吗？我是坏人，哎，这样子啊？他说他是郝慧仙的侄女。郝慧仙就住隔壁啊，他为什么不要去找他呢？可能不在吧。你呀，最好是小心一点，我是为你好。 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没关系，我来处理好洞。你扶我起来，我自己处理。不行，你身体这么弱会跌倒的。跌就跌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算要什么医生？